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老师好。我们昨天讲到的是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昨天也有提到，人啊，要避免很多坏的习性的养成。昨天也提到赌的问题，好色的问题，还有古书当中说的四个习性啊，不能长，叫骄奢淫逸。在这个逸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要从小让孩子养成啊勤劳的态度，做家事的习惯。所以昨天也讲到做家事有哪一些好处啊？第一个，习劳知感恩，懂得感恩；第二个，养成勤劳的态度，做事能力啊也会一点一滴的积累。所以这做事能力啊，绝对不是长大才学，从小在家里就可以训练。再来，锻炼他的意志力，最后他的人际关系会特别好。我在教书的过程曾经啊教过自然科，那每一次上完课啊，就有很多的器材要收拾。那有几位学生，他都很自然的，你都没有叫他，他都留下来帮忙你整理，帮忙你打扫。诸位朋友，您看到这样的学生，你的内心怎么样？心生欢喜。对这样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啊多加照顾。所以孩子勤奋啊，很容易得到长辈的提携跟关怀爱护。那在跟平辈相处，假如他很勤奋，对他的人缘啊也是有直接的影响。比方说他到大学去念书，假如啊刚好跟几位同学一起住在一个寝室，他一进去看到别人在打扫客厅，他马上啊就动手去跟他一起做，那留给同学是什么印象？哦，是懂得处处啊帮忙，处处体谅别人辛劳的这一份态度。所以虽然啊还没有相处，那这个动作啊已经赢得同学对他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很容易啊就融入团体之中。但是假如他在家里都不帮忙，到了团体里面，比方说在寝室当中别人在打扫，他依然呢看着他的电视，那其他同学对他的观感怎么样？就不大好。不帮忙还不打紧，因为在家里不帮忙就不知道做事人的辛苦，有时候拿的东西啊乱放，忘东忘西的，到时候啊很多的公务人家要用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时候啊他在团体当中的信用跟印象啊就会越来越差，人家的怨言慢慢积累啊，到最后就会怎么样爆发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谨这个部分有提到，自观服有定位，勿乱顿自污秽。所以这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啊都会影响孩子往后的团体生活，不然啊不止帮不上人的忙，还会给人家添乱子。所以这个勤劳的习惯，劳动的习惯啊，对他人际关系也是直接相关。很多大学生呢被学校退学，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啊太差，老师跟同学啊都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跟他相处。所以在深圳有一位
大学生被学校退学了，那报纸刚好报他画了一张漫画，戴了一个学士帽，戴了一个学士帽，然后呢他的母亲呢、在喂他吃饭，内容里面写到啊，专业的高材生生活的、低能儿。诸位朋友不要觉得很夸张，他大学时候确实还是他妈妈喂他吃饭，因为他跟他妈是死对头，假如没有他妈妈喂呢，他不吃，所以这么大了还这么样让父母啊操心。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孩子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啊？早知今日啊，何必当初？当初可能在两三岁的时候喂一次饭要喂多久？要全家怎么样跑全场？喂一次饭要一两个小时，喂下来腰都快断掉了。所以无规则啊，不成方圆。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绝对不能放纵。孩子到他养成习惯长大了要扭转都扭转不回来。所以这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比方说去找老师，到老师家呢也不会看时间，有时候正中午老师在睡觉也去按老师的电铃，进去以后又跟老师借电脑，那吃东西呢都掉满地都不整理，所以老师很怕他，同学啊也很怕他。所以我们呢希望孩子往后啊人生能够走得顺利，就要养成这一些好的习惯才行，不然啊他这些坏习惯无形当中都是他人生很大的阻力了。好，所以我们知道哪些是好要尽力啊去养成，哪一些是不好要尽力去改过，当然从我们做起，进而啊当孩子的榜样。那这个亲所好我们也可以啊把它再延伸开来，当作啊不只是父母，我们的亲人啊所希望的呢我们做得到的也要尽力去做。比方说妻子儿女一定希望我们能够多啊陪伴他。有一句话是说，所有的成功啊都取代不了家庭的失败。那很多人说了，那现在我工作那么忙啊，哪有时间陪孩子？他们都说人在江湖怎么样？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这个叫找借口。人啊只要有心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那当然确确实实啊在人情当中啊也是有很多情况会发生，所以一定要学习一个能力叫拒绝的能力，不然你的时间通通啊会耗在应酬，耗在很多对家庭对人生啊不大有相关的事情上。那拒绝容不容易学？诸位朋友你觉得拒绝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好，拒绝他人我们可以拿出两大法宝，这两个法宝拿出来一般朋友就不会为难你了。第一个法宝呢就是父母，比方说呢朋友要找你去吃这个去花天酒地啦，你实在是不想去的，一去呢又要熬到半夜一两点，谈的都是什么言不及义好行小会的这些言语你实在也不想去。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父母请出来，就跟他说我已经答应我妈妈
要回去今天晚上陪他。我已经一两个礼拜前就答应他了，所以呢，我得回去。一般的朋友听到你要回去探望父母，他会怎么样？他当然啦，应该不会勉强你。说不定你这么一讲啊，他也突然想到，哦，我也很久啊，没有回去看我父母了。反而啊，你这个拒绝啊，还唤醒了他的孝心。这是第一个法宝。第二个法宝是妻儿。当你不想去这个无谓的应酬，你可以跟他说，今天晚上啊，我要跟我儿子啊讲两个德育故事，都已经跟他约好了。因为啊，我现在一起跟他在做弟子规，要当我们的家规。那弟子规说，凡出言啊，怎么样，信为先。所以孩子还小，我不可以私训于他，所以我必须回去的。所以当你把这两个王牌拿出来，基本上啊，朋友不会强你所难。那假如两张王牌拿出来还是没用，还是硬要拉你去，怎么办？假如是这样的朋友，我看人生应该有所取舍。这样的朋友怎么样？应该啊，敬而远之啊。好，所以呢，当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就能够去亲所好啊，力为具。那我们之前呢也有提到啊，晨昏定省，常常回家看父母，那父母会很欢喜。那有一些年轻人，他也会利用啊礼拜六或礼拜天啊回家看父母。那怎么看呢？带着一两个孩子，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开始在那里看报纸。两个夫妻呢都坐在沙发上，那孩子一进来呢又东跑西跑，爷爷奶奶啊忙得不亦乐乎。在厨房里面一大早呢出去买菜，回来又赶快煮菜，然后煮完以后呢 端出来，那我们放下报纸啊，吃饭了，然后一起吃饭。吃完饭呢也没有帮忙收拾碗筷，帮忙洗碗，吃完饭就说，妈，我要走了，拍拍屁股啊，把孩子怎么样带走了。爷爷奶奶坐在沙发上喘了几口气，累死了，不如怎么样，还是不要回来，清静一点。所以我们就要理解到，我们回家探望父母啊，一来是尽孝心，二来啊也要啊多体恤父母。我们呢跟父母先打好电话，菜我们已经买好了，那回去的时候呢，夫妻俩啊应该主动啊去做菜。好，然后这样才能啊减少父母的负担，那我们这一颗孝啊才是真正有尽到了。好，我们看下一句，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身体不好了，身体受伤了，这个会让父母啊非常担心。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病从口入，对于自己的饮食要非常的谨慎，要吃的健康，让父母啊不操心。除了吃方面，比方说在生活细节上啊，也要多多关照身体。春秋之际，气温变化很大的时候，要记得啊添加衣服。我在教书的时候啊，很多学生都已经寒流来袭了，他都穿什么衣服？
端一件短袖的，在那里觉得哇，他很不怕冷。这个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把衣服穿上，接着我跟他说，假如你感冒了，谁照顾你？那想一想，爸爸妈妈，我说对呀，假如你生病了，是你自己照顾自己，那我没话说。但是你一生病啊，都是拖累家人，所以你应该啊有责任让自己不生病。你看你一生病呢，妈妈还要请假，还骑着摩托车带你去看医生，再把你送回家里。而且啊，不只是这样子，忙碌，他在公司上班啊，心里安不安啊？不安稳。所以时时啊要注意啊，冷暖，不要让身体啊着凉了。那比方说我们在运动，在爬山，会有大量啊汗水，所以在做运动的时候也要记得啊带毛巾，带干衣服。当我们在这些细节当中都能够关照身体，那你的父母啊对你就会越来越放心。所以很多年轻人啊，青少年，他说我父母怎么管我这么多？那我会反问他，那父母为什么管你这么多？当然是你很多的行为啊不能让父母放心。假如你都能够啊真正好好照顾自己，父母对你放心了，那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假如你很多事呢都不会照顾自己，那父母呢反而不提醒你，那不就父母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了。所以你要体谅父母的用心，进而啊要让自己更懂事，这样才能啊真正你自由又让父母放心。好，所以我们的生活也要规律，不要常常熬夜，熬夜一天啊要几天才补得过来，可能要好几天才补得过来。好，所以我们时常关注饮食，关注生活规律，让自己的身体啊能够有很好的调养。那有一个孩子他感冒了，在日记上呢写了一行字，他说我感冒了，我很难过，不是因为呢我感冒难受，而是因为啊感冒是不孝。所以你看孩子呢，他接受弟子规的教诲啊，他面对很多事的关照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啊就会与一般的孩子不同。所以孝经在开宗明义啊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诲，一个人的孝道啊一定是从爱护自己的身体开始落实。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好，我们接着看下一句，德有伤，贻亲羞。当我们的道德啊有损伤，会让父母蒙羞，会让家人蒙羞，甚至于啊会让国家民族都蒙羞了。在汉朝末年，有一个臣子叫董卓，后来董卓有了权势啊就拿着权势啊作乱，所以后来很多人啊企鹅呢攻伐他，董卓后来下场很不好，这个家族啊都被处死，他的母亲已经90多岁了，还到刑场啊被处死。所以当我们当子女的，假如我们的行为啊
还造成父母这么大的痛苦，那就真是啊，没有把子女做好。现在啊，是没有这种灭九族的刑罚了，但是我们在事业当中，假如出了差错，比方说啊，公司被倒了，都有可能啊连累父母。那父母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时候啊，连他的退休金怎么样，也都啊保不住，甚至于还有可能啊，到了年老的时候，还要走法院，那个时候啊，就很凄凉了。所以，我们为人子啊的人生要诚信，要稳扎稳打，不可啊好高骛远，造成啊自己犯下的错误，也连累了自己的父母。所以德有伤，贻亲羞。那德无伤呢？假如我们的道德能够不断的提升，用我们的德行去造福社会、造福国家，那就能够做到《孝经》说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个就是孝之终也。那这个以显父母啊，是不是要父母去世以后才来显啊？不是哈，你当下能够啊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好好奉献社会，那你的父母啊会引以为光荣，那他的后半生啊内心啊会非常的安慰。好，那孟子有一段很重要的教诲，孟子说啊，世俗为大，事亲为大，侍奉父母啊，人生第一大事。手俗为大，手身为大，对自己的操持啊，手身为大，也就是啊，守住自己这个身，这个名节，绝对不能做出啊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事情，而让啊父母难堪呢。所以，当我们的行为不符合道德了，父母蒙羞，家人也蒙羞，甚至于啊，连下一代啊也有可能蒙羞。所以现在因为啊网络啊太发达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啊的交流很频繁，那假如又没有判断力，又没有理智啊，很有可能会犯下让自己啊一生遗憾的事情。所以守身啊很重要。现在市面上讲啊很多一夜情，这不止自己蒙羞啊，可能连让子女都会啊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们自己啊要谨言慎行，不可以啊自取其辱了。那其实人啊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过失，在男士当中啊可能是太过啊纵欲了，这都是因为啊从小没有志向，人生只以享乐啊去挥霍自己，所以啊让孩子有志向啊，他就不会被这些社会污染所影响。那女的为什么也会去犯下这样的过失，很多是因为啊爱慕
虚荣，爱慕虚荣啊，就很喜欢听好话，所以很多存心不良的男士啊，他用这些花言巧语，就很有可能啊，让这一些女士啊，这个踏出错误的一步。所以我们啊，自己也要反省，啊，不能犯这样的过失。再来，要让孩子从小不爱慕虚荣，让孩子从小要有人生的志向，人生充实啊，人生啊，道德有提升，就不会啊，犯下这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错误。好，这是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显。父母跟我们相处得很好，那我们也尽力啊奉养父母。那当然，父母啊也有可能脾气有不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能够啊包容，能够啊宽恕，因为每一个人情绪啊都会有起伏。那人与人相处啊，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不管别人对不对啊，自己啊一定要做对。假如今天父母呢对我们在情绪上啊就比较不好，那我们也用不好的情绪对待父母，那其实啊父母错了，我们也怎么样错了。那假如我们错了，还有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错？就没有了。所以不管是父母也好，或者你身旁所有的亲友也好，纵使他们用不对的态度对你，我们依然啊要用对的态度啊去面对他们，不然呢，我们也是跟他一般见识，那根本没有资格啊去说别人错了。所以这是一个理智的态度，不管别人对不对，我自己首先啊一定要做对。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人生态度，我们中国啊有很多的圣者都能够啊在亲憎我的状况之下，他依然保持他那一份至诚的孝心。也由于这一颗至诚的孝心呢，能够去扭转家庭的气氛啊，进而啊家庭和乐。在周朝的时候，有一个孝子叫闵子骞，他的母亲比较早去世，父亲娶了一个后母，那后母比较对待他不好，在冬天的时候做衣服啊，因为后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用棉袄啊，用棉花帮两个弟弟做棉袄，但是呢，却用芦花帮他做衣服，那做起来啊，衣服确实很大，蓬蓬的，但是棉芦花啊，怎么样？不保暖。那刚好他的父亲叫他帮他驾车，那因为冷风嗖嗖吹过来，所以闵子骞啊一边驾车啊一边发抖。他父亲一看衣服都穿那么厚了还在发抖，你这个行为啊很有可能啊是在啊让你的后母啊可能会让你的后母的名节啊受到损害，人家看了还以为后母在虐待啊小孩，所以呢就很生气啊，拿着鞭子啊
就抽名字签，叫鞭子一打，衣服破了，芦花飞出来。他父亲看了很生气，这个继母怎么可以虐待我的儿子？所以气冲冲的一回家，就要把他后母啊休了。在这个情急之下，闵子骞啊马上啊就跪下去了，他就跟他父亲哀求，他说：“父亲啊，不要赶后母走，因为啊，母在一子寒呢、啊，母去啊三子单。母亲在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寒冷。母亲假如离去啊，我跟两个弟弟啊，都要挨饿受冻了。”闵子骞讲出这一席话，他的父亲听了很感动，气啊也就消下来。他的后母啊更觉得很惭愧啊，一个这么小的孩子都能念念为他的孩子，也为他着想，而他这么大的人却跟一个孩子啊斤斤计较。所以闵子骞的这一份心，这个德行啊，感化了他的后母，从此啊家庭过得很和乐。好，诸位朋友，假如闵子骞没有用这种宽恕包容，没有用至诚的孝心去对待他的后母，那这个家庭往后会怎么样？会搞得家破人亡。所以人面对事情啊，绝不能够意气啊用事。假如都是以怨抱怨，这个结果啊绝对不圆满。所以我们要相信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一颗真诚，用一颗孝心呢、啊，才能啊上演人生一出一出的好戏。那周另外啊也有一位孝子叫王祥，历史上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王祥剖冰。就是在很寒冷的天气当中，他的后母啊叫他去抓鱼给他吃，抓鱼给他吃。那在冰天雪地当中，有没有鱼可以抓？有没有？没有。那假如王祥不去抓鱼会怎么样？可能会挨打，甚至啊后母啊不让他进门。所以面对后母这样的对待呢，他依然没有怨言，还是到了冰天雪地啊独自流泪哭泣。由于这一份诚心啊，也天地都感动了，这个地啊冰天这个地面啊就裂开来，跳出了两条鱼，他拿了两条鱼啊回去奉养后母。当然啊，这个无理的要求啊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在很多事上啊还是百般刁难。王祥啊并没有因为这样啊而退缩。有一次外面啊要下雨了，他的后母跟他说，现在外面刮风下雨，假如果树上的果子啊掉下来，那我就要处罚你。所以王祥啊就跑出去呢，抱着这些果树啊在哭泣，祈求啊他们不要掉下来。所以这一份
真心啊，也是感动了、这个我们说啊，植物矿物啊都会因为人心啊而有所感应，所以确实啊果子也掉没有几颗，所以很多情况啊都是由于王祥这一份孝心啊才能够化险为夷。所以诸位朋友，要感动一个人，感化一个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要很有耐心才行。那王祥感动他后母，不是小时候，到他大了，也娶老婆了，他的后母啊，不止虐待他，连他的太太啊，一起虐待。不过他的这一份德行啊，已经啊感动了他的弟弟王兰。王兰是他后母生的弟弟，因为呢他的德行，所以弟弟啊对他非常的尊敬，所以每一次后母啊在虐待王祥还有王祥的太太，王兰啊都会带着他的太太一起啊去帮忙他的兄长王祥。那后来呢，王祥的德行越来越好，那名声啊也远播出来，他的后母啊心生嫉妒，很不高兴，居然啊拿了毒的饮料啊毒酒啊要给王祥吃，结果因为他弟弟啊事先已经知道了，所以在那个情急之下，他的弟弟啊把那一杯酒夺过来啊当场要帮他哥哥啊喝下去。诸位朋友，他的弟弟已经是用什么来劝他的母亲啊？用死啊来劝母亲。所以当场啊他母亲就把那个酒啊打翻，也很自己也觉得很惭愧啊，他的儿子啊居然能以死啊来保他的兄长，他又怎么能呢、做人呢这么没有分寸，所以这一个动作啊也唤醒他母亲的良知，所以两个兄弟的赤诚啊也把家庭啊转化过来。朝中啊刚好有一位大臣叫吕虔，这个吕虔啊他手上有一把宝剑，他就送给王祥，他说有这一把宝剑的人啊可以庇荫啊后代子孙都会很有成就。王祥拿到这一把宝剑啊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不是占为己有，马上啊送给他的弟弟，也祝福他的弟弟以后的子孙啊能够昌盛。那确实啊有这样的兄弟这么好的德行，他的后代啊一定会有得到很好的教化，因为《易经》说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王祥王兰的后代啊绵延的九代啊都是公卿，都在朝中啊当了大官，服务社会国家。所以我们确确实实啊要用一颗真诚心去转化家庭里面的不圆满，这个叫亲真我孝方显。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下一个经文，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遍。一见识根，一无私
柔无声，剑不入，月复见，豪气随，踏无怨。哦，这里提到的，就是父母有过失，这个亲啊，我们也可以再把它意义延伸开来，就是你所有的亲人朋友有过失啊，我们都有责任去规劝，叫亲有过，见是根，怡无色，柔无声，见不入，月复见，豪气随，踏无怨。好，其实这一句经文非常精辟啊，它不只告诉我们劝诫亲人啊是我们的本分，连方法、态度，甚至于劝诫的时机啊，都帮我们点出来了。我们来看看，规劝一个人应该注意到，第一个是存心，第二个要注意时机，第三要注意态度跟方法，第四还要注意啊，很有耐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啊、也不容易，很有修养。您有没有劝亲友的时候当场劝呢，他从此以后就改过，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假如有哈，你一定要介绍他给我认识，因为他可能是颜渊转世，因为颜渊做到什么不恶过，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人，一定要叫他出来弘扬啊中国文化。所以一般成年人因为很多行为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所谓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所以这么已经冻了那么久了，你那个火啊要慢慢烤才会把它融化掉。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劝诫亲友要先关照到自己的存心，一定是要一颗啊念念为对方好的心，而不是啊一种控制，你就是要听我的，不听我的就不行。假如我们是这种控制的态度，一种强势的态度，可能会出现什么反效果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些经验啊，劝别人劝到呢吵起来都有，甚至于让对方恼羞成怒啊，这样子啊我们就失去当初劝诫他真正的目的了。好，所以时时啊要记住这一颗存心，就是要希望他更好。当这一份心很坚定的时候，方法啦态度啦，你自然而然会去修正自己。所以很像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很多那个小孩子很喜欢过来告状，那他过来告状我们就会问说，你现在在讲这个同学哪里没做好，那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来告诉老师？是幸灾乐祸呢，还是真的想要让这个同学改过，也让孩子啊看看自己的存心。然后我们接着跟他说，假如你真正希望这个同学改过，那你自己去跟他讲，不用老师来讲。当然前提之下，你要在班上啊建立一些很好的做人做事态度，比方说全班都学过弟子规，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话叫闻欲恐，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一个人呢面对别人的称赞会觉得哎呀诚惶诚恐，面对别人的规劝
我会觉得哎呀，感谢你指出我的缺点。当全班都有这样的态度，那这一位同学过去规劝另外一个同学，他们就能够啊互相成就感谢。那就看到另外一个同学会跟他鞠躬，谢谢你指出我的缺点。所以当孩子懂得去规劝别人，当孩子也懂得接受别人的规劝，这样的态度啊，都会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助力。所以劝别人，第一个要先注意到存心问题，第二个时机，什么样的时机规劝人比较好。俗话说啊，扬善于公堂，归过于私事。在称赞别人的优点，称赞别人做的好事啊，你可以在人群当中讲，因为可以让其他的人见人善啊，即思齐。那你给他的肯定，他也会更积极啊去努力。但是归过，规劝别人的过失，应该啊要私底下，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要没有其他人？哦，因为呢，我们成人啊，最重的是什么？面子，面子很贵，对不对？面子一斤要多少钱？所以一个人啊，道德学问要成就，首先要把一个东西卖出去，要把面子卖出去。待会有人要卖的话呢，我来买。好，但是啊，人情要能够啊体谅到，要能顾虑别人的面子，所以要归过于私事。当你做出这样的动作，对方也会觉得你很替他着想。假如你是在公众讲出来，可能当场啊就有可能发生啊冲突辩论了。所以归过于私事，这个就是抓对时机。那《论语》里面呢也有一句话提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这个时机已经到了，你可以劝诫他，但是你却没有劝他，这样失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这是失人。我们就失职了，失了子女之职，或者失了朋友之职了。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时机还没到，你太急躁了，就跟他讲了，这样是失语，你可能就讲错话了，你的善心呢，可能就行了恶事了，就失语。所以这个劝诫啊，在我们整个五伦关系上啊，都要有这样的本分。父子要劝诫，君臣呢，我那也要劝诫，因为你接受公司的这一份职责，就应该有责任啊把公司辅佐好，那当然也要把领导人啊辅佐好。所以君臣关系也要劝诫。再来夫妻呢，啊那当然要相夫教子。再来兄弟也要互相劝诫，还有朋友。所以这都是我们啊为人的本分。所以要提高自己啊劝诫别人的智慧，才能啊透过我们的言语对我们的亲友的人生有所助力。那《弟子规》这一句话提到了，谏不入啊
岳父见，这个岳字啊是很有学问的，就是当父母第一次没有接受了，要在什么时候再劝？什么时候？哎，高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要察言观色，岳父见。那态度跟方法呢？怡无色，柔无声，这个就是态度。我们平心静气，因为你动了气，就会让他怎么样？也动气。你不动气，他就不容易动气。所以我们要怡无色，柔无声，然后又要抓对时机啊，劝诫。再来，岳父见，这个父是什么意思？对，一而再啊，再而三。哦，这个父呢，就是要有很有耐性才行。那这个耐性取决，这个耐性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孝心。从孝心，从有爱的心，从尽忠职守的心，一定会啊持续去做得到。好，所以我们假如啊今天劝别人没有效果，我们要理解到问题啊不在对方，而在什么？自己。当我们处处啊反省自己，那我们劝诫别人的智慧啊就会越来越高，自然而然呢，别人就会感受到我们的真心诚意，一定啊会把它转化过来。所以我们抱持一个态度，假如别人不听我们的劝告，是因为我们德未修，所以感呢未至，感应呢还没到。那劝别人呢，还有一个前置作业，我们也要考虑到。孔子在《论语》里面有提到，君子信而后见。君子劝别人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先对方很信任他了，他才劝诫。假如对方还不够信任他，不信则以为谤己也。假如对方还没有信任我们，我们就规劝他，他还会以为啊我们是不是有意啊重伤他。所以今天要规劝别人，首先啊要赢得对方对我们很深的信任。所以父亲、领导者或者你的另外一半、你的朋友、兄弟对你有信任，你劝诫啊才会有效果。那如何赢得别人的信任呢？我们都很渴望哈，亲人朋友对我们很信任。那信任是求来的吗？信任绝对不是求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啊都很羡慕，哎呦，你的人缘为什么这么好？大家为什么都这么信任你？我们只在结果当中啊打转，没有从啊原因啊去思考。好，那我们下一节课呢再来了解为什么一个人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好，谢谢大家。